小赵和小王经过老孙介绍认识，见面之后印象还真好。几天以后，小赵想给小王写封情书，但不知如何谈起，便去找老孙指点。这有何难，我给你打个草稿吧。小赵按照老孙起草的情书工工整整的写了一份，寄给了小王。小王接到小赵的来信，高兴的拿去让老孙看。小赵来信了，我想给他回个信儿，不知道该说些啥。这又何难，我给你打个草稿吧。